是超级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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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看到我们摄影师那个几个字，我都觉得蛮吸引我的。怎么了？不搭死必逼嘛。纳斯、哎，你过来，我看，因为他不是太阳组，你帮我念一下。上面那个、哎、看不到，吴大师比比。哦，对对，好听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吴大师比比，他姓吴叫大师啊，他妈妈叫、哦、啊不，他的老婆叫比比哎。哦。他姓吴叫大师。啊、哦，吴大师。太太叫比比哎，吴大师比比。夫妻，人家所谓的夫妻就是贤伉俪啊，就叫做吴大师比比。喂，你们在干嘛？在笑？好了，我讲错吗？没有，我们的黄代表那边好像。不要误导朋友。喂，啊，什么意思？为什么我一讲他们都在笑？因为我是太阳组，我听得懂你在讲的是。吴大师 BB， 为何一直在笑嘞？什么意思啦？来，解释。我刚不是讲吗？他姓吴叫大师，他老婆叫 BB，、大师他老婆叫 BB。好啦，你能不能笑？不是，这一定有典故。哎，这个跟那个。生殖器官方面会比较有接触性的啊，真的吗？那为什么会把它直接写在那上面呢？吴大师是海绵体的意思。大哥，坏，为什么你会把那个东西写出来呢？对，海绵体的啊 ，BB 是洞口。对，桃山村的不，不好意思，扯远了。桃山村的隧道是不是？就桃山隧道的意思，就是。建明，他解释对不对？好了。他这样讲对吗？五大石 BB 啊 ，Yeah，That's right。好了吗？谢谢非常有名的格乐宝乐团，为带来五大石 BB，OK， 掌声给他们鼓励鼓励。你给我记住，笑得怎么我都不敢讲，你敢讲？你给我记住。讲哦，不然你坦白，我们研究比较坦白。坦白什么？啊，讲实话。什么实话？你就别再问了嘛。好，再来介绍吴大师 BB 来。哼，笑你两毛没关。来。
大哥，那个德鲁古话、泰鲁格族话哈，电影里面那个邦嘎有一句，叫干尼干尼娘，那个德鲁古话可以怎么做翻译？他们黑波波手，那再帮我拉长音示范一次。他们黑波波手，他们黑波波手。哎，好，蛮快速吧嘞，谢谢啊。戴手套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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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是他们自己要照的，你现在别人在照相，你拍他们干什么？对不对？人家是有肖像权的、啊。OK， 谢谢你。公开活动怎么办？公开活动我们是大会，我们有权利可以邀请哪些人可以来摄影，哪些人不能摄影。如果你现在的影片如果拖到网上，我们可以主张，因为这是我们是大会主办的东西。香港交代。谢谢你，香港交代。我是裁判，我是会场管理，你可以针对我。你终于要交代了吗？不是，我是会场管理，我用我的管理的权。大会报告，我们跑到紧接在后的是桃园区卓溪乡、海端乡、卓溪乡、海端乡以及延平乡。大家都不要为难，好吗？可以吗？画面够了吧？好，现在进入最后一圈。对不起，我们禁止你拍摄。大会报告，我们大队接力是禁止。警察，我不会找警察，这是我们的场地，这是我们的场地，我们禁止你摄影，请离开。对不起，你可以在这边观赏比赛。香港交代的是不是？不是，不是香港交代，一点。大会报告。跑道上现在马上要进行的是社男组800公尺的决赛。你为什么不能摄影？介绍到此。我们有权利。第一道信义乡。你自己的所作所为，我们都有听闻过。我们在网络上也欣赏过你的大作啊。第三道，我们这么会卓溪乡，好吗？第四道，大家互相。桃园区，这不是自由。第五道。桃园区，我们大会，我是大会的会场管理，我来。海端乡，第八道，卓溪乡，谢谢你，好吗？大家一起帮忙。陈先生，你到底要怎么样？我现在怎么了？你现在如果把我们达成一个协议，如果你躲在一个角落，我没看到你，就这样，好吗？
是超级棒。
你们没有告诉你吗？这快要经过到了，你们没有告诉你吗？这快要经过到了，你们没有告诉你吗？是超级棒。你们没有告诉你吗？这快要经过到了，你们没有告诉你吗？这快要经过到了，你们没有告诉你吗？龙教，
加油，加油，上播。太阳加油！是超级棒，
说他那个冠军的那个动作怎么讲？冠军那个自卫的动作怎么讲？张子举三零零啊，不然怎么讲？举三零零啊，张子举三零零啊，不然怎么讲？举三零零啊，张子举三零零啊，不然怎么讲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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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举三零零啊。拉一下，不要拉，来，对。
拉拉拉，棒子要跟哦。放松放松，压力来喽。来，有收到嘞，收到哦，有。收有收，我就动了。三彩有点多多。棒子拉短了，中间。向伟杰，没关系啊，向伟杰，向伟杰，不要想那么多。进，跟到就好了。对对对对对，破坏开始哦。重心。刚才那个香肠怎么讲？南路边五德斯卡。我不会讲。南路边五德斯卡。我不会讲。如果那个干你娘要怎么翻译？哦，翻译哦，这就帮你先听我讲啊。我们就不救啊，就最简单。人家讲三个字干你，我们太想就没有。就这样字面上翻出来怎么？干你娘哈，九问雅亚树。哦，超级掰要怎么翻？超级掰是九问比比，九问是干，比比是女孩子的生殖器。跨沙小要怎么翻？跨沙小是。米大叔拿怒，就是你在看什么？那个靠背呢？靠背，哭爸，哭爸是吧？好恨哑巴是，可是你爸爸死掉有没有？靠恨是死，哑巴是爸爸。靠腰，靠腰是靠腰的地面的话。肚子饿，哭肚子饿的意思。对呀、啊，啊就是米的是，乌鸦和杜叔啊。而且我跟你讲一个非常好笑的话，原住民找不到骂人的话，那个油嘴滑舌，油嘴滑舌，罗格克曼的瓜内。有鸡宴，鸡飞狗跳，鸡飞哈，那大喇嘎，喉音，狗棒，覆巢之下无完卵啊 ，OK， 覆巢之下，鸟巢翻过来 ，OK， 包库花，很亮的哪算那个，不如瓜那把劲，水可载舟，亦可覆舟，很虾，哇，是啊，那个可下这个很有点的，可下挖拉汉卡树，可下挖火道卡树而已。鸡腿饭怎么讲？鸡腿饭就照字面。OK， 鸡个大，嘎盖妈咪。现在韩剧很流行啊、uh-huh ，来自星星的你。哦，嘎混卢啊一叔，还会变。我再问一个，保险套怎么翻？保险套。保险套，保险套哈，因为保险套没有这个字。不是，你如果要形容，就像航空母舰是后来造出来的，它是形容啊。不就是啊，先拿上，没有？你在做爱的时候要放好子套子。套子怎么讲？套子我们因为套子也没有，原住民以前没有套子，所以说可以翻包起来怎么讲？包起来是包起来，我们有很多种想法。太阳族有很多想法，可是保险套。让老人家听，年轻人听得懂话。那个不就是我那个很木啊？先阿三树，先阿亚，先有月，你看，或先嘎爸都可以。垃圾怎么讲 ？Piss 对不对？不是，那这种话啊，那是翻译成英文这种话了。垃圾，我们是妈妈打印个那个阿三的打印的 Piss 怎么叫五阿呢？有啦有啦。这样这 Piss 南路干可以打印。哎呀，这样 Piss 的。其实啊，那努比干给打人，啊，喜怒嘛，喜怒嘛，喜怒嘛，舌头在里面，喜怒嘛，舌头，那光要看，喜怒啊，那个怎么讲？啊，就那个叫就，就喜怒了嘛，就是进去，喜怒就是在心，就这是舌头进去的意思，这个是最传统的，哦，这是我们的长老，就光要看啥 ？Hello， 我是林世伟，我是太阳猪，我觉得我。原住民真好，我以泰雅族为荣，我一定会变成全世界最出名的原住民艺术家跟怪人。